先挡到你的，挡到你的那个牌子，孙少华哈、哦。嗯。好、哦，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我的作品哦，就是以面具。你看镜头，看镜头，你看镜头。我的作品是以面具为主题的作品，因为我觉得靠过来。我觉得那个面具就是代表的人，就像人的皱纹一样，刻画的人生。所以我想透过面具来表达我这人生17年来所有的历程故事。然后这张画。也就是我把它分成三等份，我把它分成我三个阶段做，这是我零到小二，然后这幅是我从小，这幅是我从小三到国中国一的一个作品，然后这就是表示我从国二到现在一个阶段。这个是哦，是分年龄创作还是？哦，是我不同年龄的作品。我去回顾， oh. 我去回顾我的人生，所以我把我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 oh. 然后再从阶段，然后再去绘制成一个作品。然后这张是我从零到小二，那是我还在台中生活的时候。然后在台中，我读的是一间叫做东大附小， oh. 然后东海大学，对东海大学，东海大学。然后那边就是花花草草很多，所以我用了大量的黄色、橘色还有绿色，都是我小时候在东海的回忆。很阳光。第二个，这个是在监狱吗？在哪里？这个、哦、第二个就是我来到花莲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从东海来到花莲，我从台中到花莲是非常不习惯的，不适应哦。对，非常不适应。那时候朋友圈整个都重新打散。是怎么讲？怎么用？考这样考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丢丢啊，不给。丢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丢丢啊，不给。丢丢啊，不给。丢丢啊，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啊，来，嘴巴的怎么？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不是这样。他有意思，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吗？对。哎呀，前戏舔 B 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Me nuts nuts do 不给啊 ？Me nuts nuts do 不给 ？Me nuts nuts do 不给？哎，哦，好了啦，这不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嗯。你怎么那么强？傻笑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我刷牙都用牙，我刷牙都用舌头。你这个是常被欺负吗？没有啊，被霸凌的。其实我来怎么那么灰色？那时候来花莲的时候就非常不适应啊，然后也不喜欢老师，所以那时候很翘。你那时候念哪个学校？我那时候念筑强国小。哦，那时候常跟老师呛虾吗？也没有，也没有呛虾，就是有时候会装病请假之类的。哦，就是常常装病啊。是筑强比较严谨，还是太过自由，还是？也是，就是感觉个人的心态问题吧，就是讨厌上学。你说国小的时候，然后国小整个国小吗？对，我整个国小都很讨厌上学。哦。然后就常常请假啊。嗯。然后就是家里鬼混之类的。嗯。然后小时候，又会跟同学处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学画画。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刚才有学画画。哦。刚才说我有学一点画画。然后这一张是我从。国中到我现在到我未来一个表态。其实到了国中以后，我就不像国小那样不适应。到了国中，我逐渐适应花莲那个生活步调。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我的生活就感觉改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这么黑啊，这么的不愉快。所以我用银色作为背景，一种很亮。所有的银色都很亮。代表我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希望。那这个手机壳有脸谱是什么含义？哦，这个手机壳哦，其实当初在绘制这个作品最后一个阶段，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好像是自己少了什么。这里其实是一块眼睛。
对，其实是一块眼睛，是一块眼睛。然后当初我想很久，决定要放上手机壳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被手机给局限住。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那是逼逼。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干你娘啊！怎么翻？我们阿美族就打了，妈妈阿里不顾给那一束。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侬比比手。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侬比比手。超级白那怎么翻？超级白直接翻就是俺都来不给啊。就像就低头族这样。对，我就是低头族，然后一直被手机局限住，然后一直得不到一种就是突破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想说，用这个手机壳，一方面是描述我现在这个状态，一方面是要警惕自己，不要再被手机给局限住。哦，好。那旁边这个长条长幅的作品，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长幅的作品，我刚昨天看上面很多 lonely 的。对对对，那是我在我黑色时期跟未来时期这现在时期这一段时间画的。是征婚启示录吗？对对对。那时候我刚到第三个时期吧，然后刚好画室画展，然后我就去回顾整个国小阶段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一段就是比较像是描述中间那一段之类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常像是这边我透过就是画一些像是铅球之类的东西啊，当时也没有想很多，然后觉得就是很多东西都会绊住自己的脚步，就是觉得自己迟迟没办法往前，然后感觉每天就像是有人勒住我的脖子一样，我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思考去呼吸。这个是三面太子吗？对啊，我感觉自己好像得分裂，就感觉自己好像分裂一样，人格每天都从人格大头症，每天都不知道怎么面对。那这个人像上面这个是人像上面的英文字是 I'm not lonely， 就是那时候一个 I am not lonely， 就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希望，我希望我不孤独，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催眠自己。你犯贱，我不屑。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独钢甲兵，独钢甲兵，更温机，更温机，杀鹰不超之没有，无毒吗？老家茶来黑老路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马哈马阿姆，一把我要你家阿皮和佛路，是有马布啊，老家树娃娃，花一束海岸，一马一马发，是的是北归。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欢迎。不要怎么弄，是个烂古人。我阿啥意思？我阿啥意思？哎。花束花纹，我阿啥用么？现实还是残酷的啦。旁边写了很多弄力，就是当时是这个情况。可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去突破这个情况。那介绍一下这边的，为什么想用那个面具来做创作？就像我先前说的，我觉得面具代表一个人的旅程，所以面具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以前看了很多电视影集，我一直觉得，你为什么喜欢面具？
其实我以前看过很多电视影集，像是《V 怪客》啊之类的。哦。那我觉得面具有一种惊声尖叫那些。对，面具都有一种魅力的存在，因为他在他们面具当中，在面具后面可以为非作歹。是这么说吗？为所欲为。其实面具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有时候会，它除了会隐藏一些东西，也会代表一些东西，像是我手上这个 V 怪客。哦 ，V 怪客哈。V 怪客在那个电影中，它代表自由、革命。嗯。那也是我一部非常喜欢的电影，因为 V 之后的那个面具。那我来问一下，那这个呢？这个吗？对。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这其实是我最近刚好，因为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刚好最近进行上了一部电影，叫做《It》，叫做他。啊？里面有就是最近有个电影《It》叫做《It》。哦，动物的那个他。然后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小丑，然后非常恐怖，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当初在画这个面具的时候，所以才想说，透过他的模样去记录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心情。人的生命是黄金宝宝银元，阮的生命不值钱。要安全性行为，性行为怎么讲？没当。啊，是这样讲吗？啊，那是另外一个灯母的意思吗？啊，灯母跟没什么，没当。没挡是也是灯母的意思，那个是用在哪里？更粗鲁，那是更粗鲁。哦，那个是更风趣的讲法的，应该讲更风趣的讲法。对对，更风趣。哦，没挡。再帮我翻译一次标准。没挡。谢谢哈。不会，等一下我上。那这个有点像雨冠的这个。这个吗？红色这个。这个上面那一个，这个面具啊，当初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初我是在这几大部分这些面具我都是在现场创作，然后当初我在创作这副面具的时候，其实我是跟大家在互动的，我觉得互动代表一种就是一种力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力量。你怎么互动？我觉得那时候我之前都是会戴上我的面具。然后去跟别人进行互动交流，但是有讲话吗？通常我以前都是演默剧，可是后面我发现录一下脸也是不错的。你是戴着面具讲话，还是用只是有肢体行动？哦，当初我是戴着面具，然后只透过肢体行动去吸引观众的注意。那有没有吓到人？有啊，当然有啊。有时候我都会把头探出去，然后路过人都会吓到。哦，那有没有被有些女生的男朋友揍？我好像好想被瞪几眼，不过安全，好像被瞪个几眼。有的男生比较保护女朋友，你就要小心一点。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我还是可以很安全的在晚上走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这个灰色石头岩石材质的是什么？这个吗？对对对对，这个、喔、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收集而来的面具，像是这个，像是这几副。一二三四都是我去收集的，就是有些是朋友送的，然后有些是自己从外地收集。你家里总共有多少面具？其实家里的面具真的不多。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那。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嗯。谢谢阿妈。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比。我就是尽量。哪几个我觉得比较可开心的面具？那你有自己塑模做过面具造型吗？其实之前有过几次。你现在那个是现成的那个面具模吗？
你说这些吗？这些都是现成的哈。对，这些大部分都是现成。那有自己去塑模过吗？其实我只有几次塑模试试看，可是可能都不太理想吧，就是感觉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感觉，所以今后还是会继续努力去试试看。嗯。那这一顶的介绍一下。这一顶吗？这是你手绘吗？对，这是我手绘。当初我在这边创作，会创作这个面具，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麦克笔这个素材，因为麦克笔这个素材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透过线条还有涂色，你就可以完成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精致，也不是说精致啊，就是它是个非常简单的，当初小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素材，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素材。然后当初创作这个面具的时候，手边刚好就有一个麦克笔。那这上面的图像可以介绍一下吗？哦，这上面的图像哦，当初就是我想用成刺青的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身上有刺青的人。你身上有刺青吗？我没有，没有，没有。当初刚好看到一个有刺青的人，然后我就想用刺青去绘画出一个面具。然后其实我里面也藏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像是有女朋友的名字吗？可惜啊。像是这种小角落，我都会特别画一个三角形加一个眼睛的符号，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宗教，叫做光明会。其实我非常非常沉迷这种像是宗教团体之类的迷信东西。你放箭，我不屑。你放箭，我不屑。吴大师里面，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喜欢他们的那个图像符号。对，喜欢他们的团符号以及他们一些背后藏的东西。像是这个面具也是我去想，去以光明会以题材去画出来。那这一顶可以介绍一下吗？说这顶吗？这顶，这里其实是在描述我用牛奶笔，然后去做出一个视觉特效，然后描述的是我一种我在这里约会花莲，就是发生一些叙事的感想。然后我透过白色来展现，就是白色跟插画来展现我心中的一种过程吧，在约会花莲依然很享受。很奇幻的一个过程，很奇幻的一种旅途。好，那说来问一下哈，你是后现在是海信中学高三哈？对，海信中学广告设计。你是有近视吗？对，我几度？300多。打电动吗？有点啊。你读书读太认真了。好。那为什么想念美术系或设计系或艺术系？因为当初小时候我发现。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舒压的一种感觉。当初我在国小过得很痛苦的时候，就是画画，
然后来释放我心中一种压力，然后一种宣泄的手法。所以上了高中，我自然而然就是想读关于美术设计的东西。身边有很多念美术设计的朋友吗？因为我读的是广设啊，当然很多。你是念广告设计的？哦，广告设计哦。你们有几个班？一个年级？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 ，A 班跟 B 班。总共多少人数？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你说广告设计吗？对，70-80个。那蛮多的。还好。啊，人的生命是黄金宝宝银，阮的生命唔值钱。就装傻，那个装傻的鲁国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ita. Menangi 是 Menangi 假装。哦，假装不知道 ini kita. I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Menangi 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哦。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他们现在讲说 gay bye 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ay bye 呢？可以这样翻吗？不行。哦，那你大学？如果想考三个顺位的理想的学校，三个顺位，对，第一个就是台南的视觉设计科，台南大学的台南大，为什么要念？你妈妈昨天说是有学长在那边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去过台南，我就一直觉得台南让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其实我是一直想离开花莲去外面看看的，可是台北那种拥挤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不适应。然后我又曾经想回过台中看看，可是当初我到了台南旅游，然后我发现台南其实是个非常悠闲、非常的享受，让我觉得很享受的地方。那台南大学啊，它是有合并吗？跟台南师院合并吗？应该是没有。然后其中一点，它的系所你有收集过资讯资料？有，我收集过一些资料。然后他的升学管道资讯，我大部分都已经掌握得蛮清楚。那他们的师资设备课程都非常好吗？都有一定的水准。然后我都去查过了，然后我的老师也蛮推荐我去读台南大学的。哪一个老师推荐？我一个报名。我一个绘画，我一个在教我画素描水彩的老师。老师叫什么？介绍一下。他叫做杨进修老师。杨什么？杨进修老师。他也是台南毕业的吗？他不是，他是，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哪些学校毕业的，不过他现在是从事。不知道他哪里毕业的？不太知道，不过他现在是从事是专门教升学。第三顺位呢？应该是亚洲大学，亚洲大学的设计学程。视觉传达设计的学程。因为其实亚洲大学算是我一个备案吧，因为亚洲大学其实近几年来就是它能力是越来越高，然后我也想说进去拼拼看。哪个学校你觉得稳操胜算，一定会进？应该是台南吧，因为其实我这边做的准备，我觉得是蛮充足的。那这三个学校哪一个学校最难考？对你来讲，朝阳科技大学比较难考吧？它，
你现在考台南的话，它是有作品、数科跟学科吗？对，做哎、欸、没有，它有两个阶段，它没有面试，台南没有面试，我们那个设计好像没有，我记得是没有面试的。然后它第一个就是看你的学测成绩，然后国文加英文至少要达到11级，就是去年的标准是这样。这个眼镜可不可以拿下来？因为会反光。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水彩、素描，还有艺术鉴赏，就是都有一些评鉴的成绩。哦，那你以后想从事什么工作？想从事什么工作？其实我一直觉得理想了，就是希望。理想，我希望。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这一生就是画画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兴趣。当然，我也很希望画画可以变成我一个工作的项目。所以我之前是有想过，我希望我可以去画什么，就是在一面大墙面让我去随意，我去涂鸦去画我想要的画的面具。不然你想怎样？你还想把人家送给我他妈不想？看了又会有感觉，看了又会有感觉，看了又会有感觉，看了又会有感觉。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哦，翻译哦，就是我帮，没，你先听我讲啊。我们就补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干你娘，我们太想补救。没有，就这样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干你娘哈，九问雅雅术。哦，超级掰要怎么翻？超级掰是九问比比。阳痿怎么讲？可是我不懂哎，没见过，我也没经验。那个，做爱怎么讲？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make love 对。Yeah, OK。啊？九路。你直接讲麦克大声点。九路。九路。给。再一次。九路。九路。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那个黏在一起，那个交配怎么讲？哇！你这我对呀、啊。在照片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在照片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然后变成一种视觉的艺术，可是其实我是非常迷恋看书的，然后。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我想开一间小小的书摊，然后在里面。你喜欢看书？喜欢看一些小说啦，什么文集，其实我都蛮喜欢的。然后所以我的梦想算是。为什么不去念中文系呢？因为我有个学长，他是中文系的，他非常不建议我去读中文系，因为中文系里面大多都是在研究中文，研究古。他有一个像东华大学哈，他有。好像是中文系跟华语系，华语就比较现代，中文就比较偏古诗古词。对，我有查过，可是东华大学是花莲的，我有点不太想继续待在花莲，还是想出去外面看一看世界。好，等一下哈，那个，等我问什么？除了你说以后想开一间书房。对，然后在里面创作，然后写小说。那饿死怎么办？像我一样没有收入怎么办？总有办法可以活下去的啊！总是有办法的。不想走设计吗？随遇而安，设计我可能会先，我想先赚一点钱，用设计然后赚点。我其实想当那个杂志那个，像是什么篮球杂志之类的那个创作，然后。赚一点钱，然后再去投资我想要的书摊生意。你先我看一下什么？那你对花莲这边的，或宜兰、花莲、台东这边的学校熟不熟？大学？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那是比比。是假讲话，念你就出代志。
较熟的就是东华大学的吧，然后其他就是不太熟悉。你也是花莲学校没有考量，是因为你想出去？对，我想要出去，我想出去看看，见见这个。你觉得在花莲学习跟在台北、高雄、台南有什么不一样？是竞争力吧。其实我当初在高雄，因为我高中在台中，我当初在台中一二年级读书，其实他们的课程是教很快，然后我一来到花莲就发觉，花莲的进度其实是慢别人一拍。从小的时候，花莲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然后其实花莲的竞争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强，就是在台北那种竞争太高，然后花莲有点像是城乡差距。你平常懂得自我要求吗？其实高中进入篮球队之前，我都不太会自我要求，可是在教练的辅导下，就是渐渐学会如何要求自己，然后如何为了自己的未来努力。台湾没有好莱坞哈，应该对。那台湾为什么会有一个李安？李安，对，我觉得李安这个人物其实有点特殊，他有点像是这种，他可能是台湾那么多人，他是唯一可以就是打破那种台湾那种填鸭式制度，然后可以他是打破了台湾填鸭式这种教学制度，然后去突破去创新，创造一个未来的。如果没有城乡距离的问题，你来 B-box rap 一下吧。B-box 吗？我 B-box 不一样的。随便，对。多一点段，把它吹完。很强呢，什么 B-box 啊？六个，还有没有？什么？然后观众校训什么？表演 B-box， 我还没出现呢。新一代 B-box， 全国都。你要不要听那个我主打曲？那个《顽皮豹》来。你不能笑。你们给他鼓掌一下，声音好呀。那宜兰花莲台东，你想念哪间学校？东华吧。哦，什么科系？东华的视觉设计。你可以报名看看，然后如果都考上了，再考虑要到哪里去念，都报考。如果没有撞期的话，懂不懂？那有去参观过东华的那个课程吗？他们现在还在上课。之前就暑假的时候有去参加他们几次的那个。没有，所以他们现在课堂上，你可以先打电话到系办，然后问哪一些课是比较主科，比方说他们的设计专题设计。排一天学校请假，家长帮忙请，然后去参观一下。那边有一二三四年级的学长学姐，那你就可以把你心里的问题讲出来，也可以讨论，然后回来再做参考。暑期跟一般课就那个开学期间的模式是不太一样，懂不懂？你也碰不到很多人啊，就只有一部分在那边服务，对不对？那现在是所有的学生一到四年级都在。那老师也都在上课，暑假你看不到这些老师，懂吗？那刚好花莲很近嘛，请一天假去旁听，然后顺便去请教讨论，甚至像你这样六日都可以跟他们约时间。那些大学生如果是住在外县市的话，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去啊，那一般都还是在花莲，懂吗？你放弃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梦，我们在大都发梦。
头发嘛的下面也有毛，我嘛在这胡起毛，胡起的下面也有毛，我嘛在这中间。别笑，继续继续继续，很棒很棒，很厉害。不是，夹子在笑，我都不好意思。林哲，你不要见到我，林哲，你听聊。哎，还没有别首歌？还有。没了啊，等一下。没了没了，我爱你。你像浪花照人民，你像没有花的黎明。看到了美兰的想动你。是不是啊？你那个用铃木一苏拉又用这个试试看吧。怎么啦？铃木一苏拉又。铃木一苏拉，铃木又。铃木需要铃木又，铃木需要铃木。怎么唱？我不会唱。好，那个我来问一下哈，那个英文哈，英文好不好？中下水平吧，就是简单的几个。用英文单字跟几个。用英文。简单的用你用你尽可能的方式介绍你的东西，简单的。Hello everybody, I'm Bobo. I'm from Taiwan. 然后，这好像是极限了。尽量尽量。我喜欢画图，怎么讲？画图。我喜欢画图。哦。I like.我不用画图的英文，现在才想到我不用画图的英文。念 paint 吗？ paint。 那个我喜欢美术，或是我喜欢艺术，怎么讲？ I like pink。 艺术美术怎么讲？艺术。 art 怎么念？ art art。 哦，我艺术吗？ I like art。 再多讲一点。 I am very very like art。像是这样，就是极限了，就其实也只会写出来，不会念了。哦，只会写不会念。那我来问一点颜色哈，黑色怎么讲 ？Black。白色。我会拼，可是我不会念。欠。我那个字我忘记，我就白色这个字，其他都可以。W H I T 怎么念？W H I T E 啊。Wait。再念一次。Wait。White 那个应该就先给我们头目做示范啦。哎，这个画面不像自己的老婆吗？喂，哎，那个动作很暧昧，怎么那么久呢？表演。你看看，阿雄，你是阿雄，阿雄，你是在旁边干什么？你的那个气球会一直跑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喜欢这种姿势。看看这一边北边这个哈，黄色 ，yellow， 红色 ，red， 蓝色 ，blue， 绿色 ，green， 那个灰色。因为这个话题吗？我觉得我们聊别的比较。我再问一点，好，面具怎么讲 ？Mask。怎么拼 ？MASK。啊，还可以啊。好，那个什么，很漂亮怎么讲 ？Beautiful。很丑 ，Ugly。怎么拼？啊？怎么拼 ？Ugly 哦，我怎么念 ？Ugly 怎么念？好，那个什么，颜料怎么讲？不会，我颜色。不，不要再说了，我觉得我已经快无地自容了。我就是要你没有地方钻洞啊！要不要念书？要。有没有听过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懂不懂？有，我听过。懂哈，要多念书。好，那以后对你所有的工作都有帮助啊。懂不懂？懂。那个。
介绍一些你会用的英文单字。啊，我会的。对，英文单字。好，那个花图常会用到水，水怎么讲 ？Water。橡皮擦。Eraser。哦，那个笔怎么讲 ？Pen, pencil, pen, 对 ，pen, pencil。那水彩笔怎么讲 ？Water pencil 。那个，那有那个像油画。水彩画、粉彩画，用台语帮我翻译哦。好。就是那个爪威龙啊，或者是邦卡里面哈，他们有些会生气哈。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干你娘，那个要怎么翻译？翻译成怎么？他们不服输。他们服不服？那个。靠北就是指哭爸爸哦，靠北要怎么办 ？The means dama， 啊 ，The means dama， 哭怎么讲 ？The means the 啊 ，The means the means， 嗯，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腰就是肚子饿，哭肚子饿，靠腰，哭肚子饿。嗯，对哦 ，What means hungry？ 那个。超级白要怎么翻？跟侬平均了吧？平均。那个画沙小怎么讲？那画沙小。完了，单手。那画沙小。完了，单手。那画沙小。完了，单手。哦，会不会讲？复合美彩怎么讲？会不会？建筑，雕塑。有没有想死的感觉？好想死！我要当东方进去。啊，再一点，再一点，可以剪掉。好，现在后面有那个音乐怎么讲 ？Music。好，那个钢琴会了吧？Piano， piano。嗯，好。英文老师会揍你。我英文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他还这么请假。体育老师教的吗？对。你说那个徐什么？徐兆文？没有，不是他教的，不是教。那我来问身上，头发怎么讲？头发我怎么头哎？头发不会啊。鼻子 ？Nose。嘴巴 ？Mouth。耳朵？额头。耳朵。额头。Ear。脸。脸。Fan。等你一次。Fan。再一次。Fan。Fan。好，手怎么讲？Head， 脚。L L L， 累特。这一次，再念。累特。好，那个早餐、中餐、晚餐，那国小教的吗？那我国小都抄的懵懵懂。您看看，念错没有关系。早餐、中餐、晚餐。我会中餐啊 ，L U N C H 吧。怎么念 ？Lunch。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啊！Thank you.
Bunny 猴子 Monkey 篮球 Basketball 跑步 Run 那个跌倒很痛怎么讲受伤受伤再问这样几个就好了、哦、现在有灯灯怎么讲灯怎么讲不会从来不会的那个那个周一到周日念一次周一是你这样台南大学很危险、哦、我都念不出了 我都会看了可是我 都现在一时间都脑袋都空白一月到十二月十二月一月到十二月一月是几号完那个五月怎么讲五月天有听过吗五月怎么讲五月天很简最简单的字啊五月怎么讲J-A-Y-O 怎么念忘了你说念 J 吗周杰伦吗 J-A-Y 不要我们不要搞英文了真的真的我得赶快回去读书没有就是告诉你要念书啊懂不懂懂那个女孩子怎么讲 Girl 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你用又说那个鱼的话叫瓜宝嘎巴乌德斯，嘎巴乌德斯，那就是嘎巴，嘎巴是鱼意思。嗯，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这个字吗？套子，嗯，真没听过呢。那个打手枪怎么讲？自卫。米巴乌德斯啊，米巴乌德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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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篮球。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我们乌德斯。但是干是嘴巴吃啊，但是哦，那女生的要叫你个屁姐，屁弟弟，屁弟是舔那个、啊，那个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哦，嗯，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德鲁古话怎么翻？哦，那现在么多会有阿德斯卡巴萨。对啊，讲那个男生很猛，很猛怎么讲？对不？啊？哎不啦，对呀不啦，哎厉害的意思。哦。如果说那个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对不啦，怎么回事？哦。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对不啦，怎么回事？哦。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得不了这么回事。好，女人 ，woman。好，那你平常都没有在念书哦？英文是我的罩门，就是缺口。好，那国语我来问几个哈。OK。我来问成语哦，你要翻译哦。那个南辕北辙。翻大意就好，大概的意思，你猜看看，猜看看。南辕北辙，我听过啊。猜看看，快点。相差不同，差很多的意思。沉鱼落雁。我们的称都这么尖深啊！我你考一点简单的，像是什么？照字面上，你去用你的。再说一次。沉鱼。落雁，沉鱼落雁。对，在讲什么？沉鱼落雁。试看看翻译，用你的方向。沉鱼落雁。试着解释看看。沉鱼落雁。快问快答，快点。没有啊，这跳过下一个。用你的现在的能力去解释。沉鱼落雁，我可以看，我得看那个国字，我才可以。沉下去的沉。沉。那个鱼，水里面的鱼。鱼。落是掉落下来的落，落雁是也那个天上那个飞燕燕子。沉鱼落雁，对，指，快点讲，就直接讲没有关系，讲错没有关系。沉鱼落雁，嗯。
东西掉落的样子。好，那个破釜沉舟啊，就是有点像抱着必死的决心那种悲壮、那种感觉。那个披星戴月，披星戴月就是有点，可怎么解释？就是有点像是装扮很华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再讲一次，大声也没听到。装扮华丽。哦，披星戴月是装扮华丽哈。我觉得好像错了。三头六臂一般是讲什么？讲述三头六臂，古代是讲述鬼神是三头六臂吗？它是讲形容什么事情？无所不能的意思。哦，好，那个讲三个成语，自己讲。哦，三个成语啊、哦？四个字的成语来，随便都可以。对。那么说，七嘴八舌。哦，好。然后无所不能。然后我在想看，我随便找个比较常见的话。然后突然就我讲三个成语，我还真的是脑袋突然空白，乌漆嘛黑。啊、哦，覆巢之下无完卵，什么意思？覆巢之下无完卵。不行啊，不要再考了。翻译看看，最后一个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对。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干爹娘，国骂哈，阿美族语怎么翻译？阿里半归纳，你说阿里半归纳，你说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 ？QQ 啊不给 ，QQ 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 ，QQ 啊不不给 ，QQ 啊不不给 ，QQ 啊不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啊，吹喇叭怎么翻？吹喇叭，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哦，咪这不是房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咪这这。堵帮啊！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米苏拉苏啊，米苏拉苏。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米阿里，米阿里。哦，很爽怎么讲？卡苏埃。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阿里拜都卡苏。阿里拜都卡苏。目的之下没有某种东西吧？哦，好，这样注意哦。那要记得回去多念书哈。啊，你们那个广告设计科有哪几个主要的那个科目？其实上课素描、水彩还是什么？其实广告没有在上素描、水彩，广告设计就是上什么基本图学啦，然后造型啊、造型原理啊之类的。色彩学，对，色彩学，摄影。摄影最近才刚教的，有上电脑课吗？有啊，都有上电脑，就是有上电脑绘图。你学哪几些软体？AI、Photoshop， 然后 AI 跟 Photoshop， 我们大部分就是学 AI 跟 Photoshop。AI 是 Illustrator 吗？还是什么？Illustrator 就是电脑，就是专门用来电脑绘图的 Illustrator。哦 ，Illustrator， 那另外是 Photoshop。嗯。还有什么？剪接的用什么？剪接用，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剪接都是威力导演在剪接。那学校是教什么？学校没有教我们用剪接的，蛮可惜的。因为学校都是教我们用电脑上面去制作东西，比较没有去教影片的。嗯，那你们英文名字？有啊，叫什么 ？Bobo B O B O。Bobo Bobo B O B O。哦，小时候自己取的。哦，自己取的哈。那有没有想出国去深造？出国，其实我是蛮想去威尼斯的面具节的。嗯，我想去威尼斯大的面具节看看，就是奈飞的面具。也很有名，想去看看。你对有常看一些有那个面具的书籍吗？像网络上啦，像非洲跟巴厘岛、印尼很多很特别的面具，包括祭祀啦。对啊，像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是印尼的面具，但是印尼那边拿不到。之前有个电影，有一个电视剧叫《兰陵王》的。哦，我知道。那是不是有戴面具？对对对。有那个兰陵王是谁？我没有看兰陵王，我只看他面具。哦，那个英文谢谢怎么讲 ？Thank you。艺术家怎么讲 ？Art。
artist 是不是 ？Artist，等你一次。artist， artist。记得要多读书，要加油！下次要看到你跟外国人可以对答如流，希望啊！好，过几天再拍第二集哈。我刚刚我要找一下题材哦，对，那个过几天拍一下书法，或是找一些那个艺术的书来请教你。好，谢谢，给你看一下。你犯贱，我不。我就刚刚有问说，保险套你会怎么翻译阿美语？乌里国努邦啊，念慢一点，拉长。乌里国努邦啊，乌里国努邦啊，邦啊，哦，那个做爱用的 KY 哈、哦、润滑剂怎么办？萨巴西马努邦啊，你去用品。跳蛋，那个跳跟蛋给我两个字就好。跳怎么跳？跳，跳，打鼓。跳远那个跳。打鼓，打鼓，打鼓。打鼓，对，打鼓。蛋怎么讲？蛋打鼓，打鼓，打鼓。好，那按摩棒，按摩棒就是假的阳具，怎么？假的阳具。乌斯卡乌拉努法法黑安。那如果说假的，假的阳具哦，假屌。芒啊嗨棒啊，芒啊嗨是假的，假的。嗯，棒啊一样是我们那个，就像我看到没有？好，看这边拍一下，对，到这边。哦，应该是超过膝盖了吧？膝盖下面去了。这充气娃娃怎么翻？充气娃娃，分段来讲，充气的话是巴伐利。巴伐利。啊，巴伐利安啊，该如果娃娃应该通常都是讲女性嘛，女性的话叫巴伐利安。爱情文艺动作片哈，就是 A 片 ，A 片，成人影片，这个怎么翻？成人影片就是 A 片哦。哦，马拉阿里拜阿伊嘎，很粗怎么讲？很粗哦。大大。龟头怎么讲？龟头，当然鲁邦啊。那包皮怎么讲？包皮，因为那个很多太长要割掉。哎。应该有，但要有老一辈的应该就知道了。对，因为我才25岁啊。好，那个勃起怎么讲？勃起马乌告，马乌马乌告，马乌告。对，那那个射精呢？射精，我们精叫 dutch 啊 ，dutch dutch dutch。如果射精的话，就射就是等于是出来的意思的嘛，那叫马萨拉多，马萨拉多 dutch， 马萨拉多加 dutch。睾丸怎么讲 ？futur futur。对，那个阴毛呢？阴毛 gu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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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mus。哦，男女生会自慰哈、哦。那男生叫打手枪，那个是怎么讲？哦，那个也是用拼的，包括。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预备，好，开始。五大师比比。乌达斯皮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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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皮皮。还没吗？我还没。哈哈哈！乌达斯印度干。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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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乌达斯皮皮，皮皮皮皮皮皮，乌达斯，乌达斯皮皮皮皮，乌达斯，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乌达斯皮皮，乌达斯哟。乌达斯皮皮，皮皮，乌达斯，乌达斯皮皮，皮皮。
B 五的是五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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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的是五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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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的是五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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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的是。五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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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的是。